嘿、hey, ，各位小伙伴，欢迎来到 Lucky Box 新鲜啦！今天呢，我要来玩一个小游戏，叫做 Turf War， 就是地盘场争夺战。嗯哼，反正这就是一个游戏，就像它名字一样，就争夺地盘。因为我也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这里。最近雪也要去，因为要去旅游，所以说可能又是旅游。春假嘛，当然要出去玩玩，所以说可能有段时间就会使用预定好的影片，所以我评论的话可能会晚点再回。当然我发上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应该英雪已经在旅游中了呵。好，那我们就为什么要讲废话？那我们就游戏中见喽，跳。嘿，我又回来喽。那托夫人，其实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。嗯，那差不多就是一个游戏有分为两队了，就是手机游戏一个叫 Red vs Blue， 差不多就是互相杀了对方，然后抢对方地盘啊，就是用弓箭啊箭之类的，相信很多人都玩过啦。哎，这是哪里？就这种弓箭的话，你能一击秒杀他们，会给你一段时间先建筑自己的塔，然后呢再对，先去楼上，我先这里把这里画好，好。这里搭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你可以射了吗？哎，哦，我差点掉下去，可恶。好，放好了。啊！我去死 ！What？ 因为有人死了，所以就马上不见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死！可恶，射不到他，我直接破坏那个地方好了。可恶！躲开啊！我死了。我跟射击真的超安静，因为我跟飞飞啊，对，是死亡，看不到他们是不是？嗯，哎，哦，嘿，死啊！我死，哦，我又干掉他了，好爽哦，这局，这样死。啊！别挡我！嘿，死！哎，别挡我的！可恶！哎 ，yes， 干掉他的东西！啊、哦，我死了！可恶，有人从远处，你讨厌！干掉他 ！yes， 很好，爽爽！嘿。不是干掉我、啊，哼，死！哦，不对，不能射了。我现在是 building phase。我们先造个小小的塔在这边。嘿，开始了，可恶 ！No！ 可恶，干掉他们 ！No！哦哦，好痛！去死！啊、oh, no， 我死了！这我死了是怎么回事？嘿，他们居然分散了兵力，好厉害！嘿，哎，好痛！死，快点！可恶，我们只有那么一点领土了。No， 我们输了，可恶！跳下去了，致敬！我是岩浆，果然呵呵。为什么我们下面是？因为是红队吗？不对，我们是蓝队啊！啊，不对，我们是红队。讨厌，第一局就是输掉了，好悲剧哦！死了都不要爱了。
好，那我们就那我们看想一下，我们一共玩三局好了，下面还有两局，希望我能起码赢两局。我要被炸飞，我要被炸飞！哦，那只猫炸弹好可爱！我要炸飞，我要被炸飞！哦，我要被炸飞！哦，好好玩哦，炸弹 party！ 嘿，人怎么越来越少了？讨厌！哦，哦，哦，跳跳跳跳，炸飞，炸飞我！耶！哦，十六个人，炸飞！炸弹游戏，炸飞，炸飞！好，奇怪了。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，为什么 这真的好像在开 party 啊？又放炸弹，又放什么？虽然放炸弹，在 party 真的好吗？然后烟花呢？真的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又有卡在空中了，怎么？这是哪里？哎，这张地图我没玩过哎，快点，你看你，好 go， 好。我们先把这里搭一下好了。这里可以搭吗？不可以，可恶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先挡一下起码可以。哦，先挡一下这里。快点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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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快点！快点，时间快结束了。没了，果然。我死了，有人在上面吗？果然，可恶，你们这群人，我也要上去。快掩护。死。我们是蓝队的，所以说是。看看。死！快点死！死！射不到他。死了！第二局怎么也这么差劲？可恶！这里是哪里？看起来很棒。死！还剩是 building face 吗？不是，我被耍了。哈，我射到了，我其实没有想射他，我只是顺手。赞赞。他被射，他刚站起来就被射掉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对不起。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快点从这里。building face 很好。为什么我们的人感觉少了不少的感觉？快点快点！我刚只是很安静的射他，确实。嘿，我们过来啊，又不是过来。不要。奇怪了，我没有剑，没有 knife， 会倒。可恶！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，听懂吗？神射击。现在是还可以放点方块对吧？很好。那我先躲一下。射！死啊！no！ 我死了，可恶！加油！干掉他们！我这局一定要赢！不要给他们推回去啊！快点前进！干掉他们！不要躲后面！
耶，好好，四，四，耶，我们赢了，赞赞，上，侵入对方的地盘，哈哈，看到没有，我们赢了，果然我说了嘛，第二局我会赢的，上 ，GG， 真开心开心，那我们接下来玩一局好了，开心开心，嗯，赞赞。所以我感觉我们这集完成的蛮快的，我们要不要再来玩两局之类的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临时改变主意，两局，噔噔噔。不对，应该正确来说是看我们第三局有没有多长啊？怎么办？是一堆人都走掉了，我是不是要换个家？那我们就换一个好了，嚯，赶紧换，去去噔。这个就是那个登入的地方哦，点一下它，然后就会出现。快点，快点，呵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其实我感觉还是玩一局吧，因为三局的话，四局如果有两局输的话，那就不好玩了。我要保持我的胜利。怎么都没什么人呢？那就这个好了。耶，我来了，哦，卡住了。我是红队的，很好。好的，我知道这个怎么了。哎，那边有西瓜，西瓜加速，又是 party， 为什么这里是这么快乐呢？设备，设备。哦 ，no， 我们成功的跑到天梯中间。哎呀，哦，好，你够，然后跑，这张都是最普通的地图啦，爽爽。希望我们的最后局能很顺利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快点！快点快点！然后呢，再随便搭一点东西，这样子可以随便遮下去吗？还？起码不让他们过来，这样子挡一下。好，要开始四秒钟，我们赶紧过去。准备射他们了啊！怎么一开始就干掉我了？真的太厉害了，混蛋！是这个人吗？讨厌，马上被干掉什么？好痛苦。嗯，我们要干掉的是蓝队对吧？很好，我们还没有被退到这种程度啊！为什么要在这里待着？这里 ，Let's go。所以我比较喜欢前线，那我们就往前线跑。哦，我干掉他了，好棒！嘿，快点跳起来啊！那上面的人干掉我了，我没看到你了，你的唐老鸭啊！为什么这局黄老师被杀？最后一局你让我赢一下啊！讨厌，这里不可能被干掉的，我相信，大概吧。干掉他，干掉他！我要找个好的位置啊！出来！哦天哪，怎么办？都没什么好位置，快速跑位，跑跑跑跑跑跑到前线！嗯，哦，我为什么要跑前面？我这队为队友挡箭矢，讨厌。What？ 哦，标点团很好，那我们这局就一定要成功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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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No！ 啊，我死了！可恶，谁呀？到底是谁呀？一直干掉我，这么讨厌我吗？真是过分的。嗯，看来有谁，还一直过来，讨厌！我要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好像在前进耶，好棒！我还有我们要输的感觉。我自己什么都没干，天哪！
好，快点，跟着他，跟着他，哦，被射飞了，好棒，超想打。哦，干掉他了！哎哎，你射不到我的，哦，过来。嗯，哦，我队友在那边。哦，干掉他了，我不会让你们上来的。哦，他差点射到我了。哦，我专门射他的。啊！我死了，可恶！我刚刚还想安静的射他的，快点前进！红队的都往前冲，看着他们，这局我们一定要赢，起码2-1，这样子就好。啊，标定弹很好，我让我们这个飞很有用啊！对不起，我乱盖，我错了。4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多。Yes。哦，我干了他了，我真的没有想什么的，我什么都没在想。我现在眼有点花，怎么办？我们要赢嘞，不能让他们反击。Yes，Yes， 我们终于赢了。Yes， 英雄目前战绩为。2-1，登录赢 ，yes， 爽爽的。我输了一局，但是我赢了两局，好，真的好爽。好，那大家今天的tough war 应该这样读，我有点绕舌，感觉这读一下 tough war 就是这样结束啊。那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可以在下面告诉我，让我继续直观这个，因为我感觉这个真的超好玩，很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哼哼，那如果想要关注我以后动态，可以点下订阅哦。就这样子，大家，我就跳下去了，跳下去吧。噔，就这样子，sayonara，冰冰，我全黑了，怎么办？